今天来分享如何做葱油饼。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玫瑰花牌的面粉，它的粉味不是那么重，比较香。这时候加一点盐水调味，咸度按个人喜好，然后加入一些水，然后慢慢的揉成絮状。粉水比的是按面粉的吸水程度可以做调整，主要是慢慢的加入水，慢慢的揉，当它成为絮状，就可以慢慢的揉成面团。这个时候我们放在桌面上，让它慢慢揉成团。这个过程会有稍许的长，但要耐心。揉成团后，放在面盆抹一层油，放湿纸巾给它醒面半小时。这个时候我们准备葱花，葱花放入碗中，我们加入面粉和盐，然后淋上热油，让它苏醒，也稍微香一点。面团拿出来，我们分成六块，大小按个人喜好。这个时候我们把面团擀成面皮，然后我们放入葱花，我们按个人的喜好，多少的葱花由自己决定。然后我们用刀子在内里划成一条条，但我们不切断，只做它的酥脆的部分。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卷成一个条状。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卷成一团面饼的样子，收尾的时候收在下面，主要是让它不分开就好。再看多一次，擀得越薄越好，然后葱花按个人喜好多少都可以。一样的，我们划开中间，然后卷成条状，再卷成圆形。我们放一个湿纸巾醒面十分钟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在油纸上擀平，然后这样一层层叠在一起，当我们要拿出来的时候，它不会粘连在一起。放入冰箱可以储存一至两个星期。中火热锅，放一点油煎一煎。一开始煎的时候，我会盖上锅盖，主要是让中间熟透，这样煎它的第一面和第二面。稍微好了过后，这时候我翻面，我会抹上一层油，主要是让它的外皮比较容易酥脆，而且本身是个面团，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油，所以很难让它能够有酥脆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时候必须要加上油，慢慢的煎，仍然保持中小火，慢慢的煎，需要一点耐心。让表皮均匀的抹上油，这样容易煎，也不会特别有一边会煎得焦黑。再翻面，这个时候我用锅铲稍微把它的中间稍微推开松开，让它成为有分层的感觉，松软的感觉。到最尾的时候，我会开大火让它的表皮上色，然后主要是让它的脆度再增强，这样就完成啦。这个无法跟市面上的葱油饼比较，因为是个人的制作。完成。